成人来了，皇上吉祥。姐姐，你瞧瞧，成人给你摘的红梅花好不好看？嗯，好看。姐姐这里好暖和啊，外头可要冻坏人了。陈常在似乎长高了不少。皇上您忘了，过了年臣妾就满17了。小主啊，待会儿咱们就要进养心殿了，您可千万别害怕。哎，奴才伺候这么多小主了，头一个见到像您这么爱笑的。纯儿可爱，最得朕心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纯常在风姿雅乐，赐小鱼干百条，霍曼自动饮水机一个，自动喂食器一个，亲赐。谢皇上。朕想着纯儿最好吃，有了这霍曼全自动喂食器，就算过年奴才们放假也能吃得饱。它有插电和备用电池两种通电方式，只要 APP 制定好计划，保证爱妃吃得爽。这三重锁鲜和不卡粮技术，让爱妃每天定点吃上新鲜粮。还有这双无线饮水机，看到你来就能上水，无线水泵不漏电，保证伺候的妥帖，充满一次电就可以用一个月。爱妃想放哪儿都行。年关将至，朕一命奴才把零件都拆开来清洗干净，定能保证纯儿吃喝不愁。哇，这雪景也太美了，皇上这对联也甚是喜庆。这便是霍曼进宫的新年礼盒，真是有心了。皇上，纯儿的鞋袜湿了，得烘烘干，要不皇上一起来吧。纯儿真是身娇肉嫩呐。